汪东，你觉得我们能赢吗？怎么了？你鼓舞潇潇的时候说话不是一套一套的吗？我心里也没底，我在想我们的武魂融合相当默契，如果能够修炼出武魂融合技，那胜算就大很多了。武魂融合技，我觉得昨晚我们的魂力融合很顺利，那要不要再试试？天梦哥说我和王东是三武魂百分百融合，这武魂融合技一定要在淘汰赛开始前训练出来。融合比昨晚还要顺利，那武魂该怎么融合？我怎么知道？要不我们释放一下武魂？好。霍雨浩，你给我起来！怎么？别给我装糊涂，快起来！王东，你看，看什么看？这是我们武魂融合技的残留。你们两个躲在这里干什么？连续两天迟到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循环赛全胜就得意忘形了？给我一个不处分你们的理由，现在马上！我们在修炼武魂融合技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们偷偷修炼武魂融合技，居然还成功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个融合技你们起名字了吗？不如我们就叫它璀璨中的凋零，黄金之路。史莱克学院新生考核淘汰赛，一年一班霍雨浩团队对一年九班宁天团队，双方队员入场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早上又迟到了，这老师发了好大火。嘘，丢人的事不要提。
然。听说台上的这支队伍是你一班唯一的循环赛全胜的队伍呢，真可惜撞到了我们九班。木槿，你以为你的学生赢定了？那倒不至于，凡事无绝对。不过我听说过你的一班没有一个三环魂尊，这一战打赌吗？赌？你拿什么跟我赌？一块魂骨。双方空明。一年一班，霍雨浩，17级控制系战魂师。王东，24级强攻系战魂师。潇潇，22级抗击系气魂师。9班，南门雨儿，24级敏攻系战魂师。9班，乌风，25级强攻系战魂师。比王东还高一级。9班，宁天，31级辅助系气魂尊。31级，31级。这支小队中，宁天虽然是辅助系魂师，却是最具威胁的对手。比赛开始，必须先解决对方辅助系。这是这个宁天出身不凡，斗罗大陆第一辅助系武魂，那个就是七宝琉璃塔。七宝转出有琉璃，七宝有名，一曰力，二曰速。好强大的辅助系武魂，他们速度一下提升了40%。第一次遇到速度这么快的对手，第一魂技，飞鸿之刃。南门允儿的武魂是玛瑙火鸟，第一魂技飞鸿之刃，锋锐无比。好强的力量！七宝琉璃塔，身为大陆最强大的辅助系器武魂，每提升一个魂环，就能为队友多提供一种属性加持。而且，所有属性的辅助效果，还会再提升10%。七宝有名，一约力，二约速，三约魂。不好，如果他真心辅助无风，我们会成吃人。怎么办？对了，我们的秘密武器。王东，回来。潇潇，不要让其他人看到我和王东。王东，我们会施展武魂融合技。怎么回事？武魂融合不了。看他，第二魂技，龙之怒。
老太太可真有洞察力，竟然通过两场比赛就能确认你用特殊的方式使出精神攻击。嗯，周老师知道我的武魂和魂技，他的理论知识又很渊博，推测出我的精神攻击应该不难。不过他说去找点资料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不如我们先在这里恢复恢复魂力好了。也是，明天还有十六进八的比赛呢。周老师，周老师，嗯，虽然我对武魂融合技有所研究，但我也是头一次见到武魂完美契合的情况，而且你们魂力融合时的修炼速度也加快了。周老师，武魂完美契合有什么好处呢？按照武魂融合技的规则，契合度越高，武魂融合技的威力也就越大。周老师，我们今天比赛时尝试使用武魂融合技，发现施展不出来，情急之下我只能用融合的魂力推动自己的魂技，发现魂技的威力增加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们可以用融合的魂力推动自己的魂技，真是奇怪，其他拥有武魂融合技的魂师只能使用融合的魂力来推动武魂融合技，但不能推动自身的其他魂技，看来这很有可能与你们武魂完美契合有关。那施展不出武魂融合技是？施展武魂融合技一般需要七天的缓冲时间，在缓冲时间内魂师一般不能再次施展武魂融合技。我们昨天才用过，怪不得。你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每天都尝试施展一下，这样就能确定你们的缓冲时间了。这个缓冲时间是固定不变的吗？当然不是，随着魂师修为提升，这个时间会逐渐减少，直到能完全应用。周老师，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随意使用武魂融合技呢？至少要施展武魂融合技的魂师修为都达到七十级。不过你们的武魂可以完美契合，也许会是例外。